大家好，香顺小蔡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哈，这个水箱哦，可以看得出一些异状。这边可以看到哈，什么？如果说你车爱车的水箱周边已经出现这种了，哦，假设你有加水箱筋，这是水箱筋的颜色啦，这是一个哦，它有加一个设计在里面，所以它漏的时候会有带一些颜色。这个是粉红色，原厂的。哦，你可以在水箱的边缘哦，跟塑钢有没有？水箱整个是铝的啦，但它的上下要接水管的这个地方呢，它一定是塑胶的哦，它这个地方一定是塑胶，所以它是塑胶跟铝制品哦合在一起的，铆合在一起的。OK， 可以看到这一边哦，有没有都有一些水痕，有没有哦？所以这就很明显。哦，因为车主表示会少水啦，所以这水箱啊，我建议更换掉，不然的话会跟昨天的 Swift 一样，会爆水箱。